嘴哥试试这个，你的巴拉巴拉巴拉，哥哥给你全部视频点赞，好吗？回去回去回去。咦，后面这三个表情，我感觉情况不妙啊。老大，我掐指一算，这关凶险指数5颗星呢。啊？哪你也这么危险呀？Later。这关名字，恐龙狂欢季？难不成你这关里面全是恐龙是吧？What？ 一个矿车这里全是墓碑，为啥不把矿车也换成墓碑呢？右边这是，哇，全都是侏罗纪的小鬼头耶。Nope。 OK， 我懂了。炸！哟，传送带只给我一个植物呀，还是5阶的豌豆海鸡炮？那本大嘴等这些小鬼头多了再放植物。2000 years later， 看招！我还以为很厉害呢，就只杀了几个小鬼头。来这吧，看来这关只有1颗。我要用出无敌走位了，老大肯定会被恐龙踩掉的，嘿嘿，看我的，咻咻咻咻咻，恐龙要来啦。我的恐龙一波又一波的来呀、啊，老大居然没有被踩掉哎！我的走位厉害吧？老大厉害啊！草坪上的恐龙蛋还真多呀、啊。